好開心啦，因為主要係真係冇諗到咁多嘅市民啦，特別今日平日都好多市民出嚟為我哋打氣啦，然後甚至有市民係特登喺尖沙咀碼頭度搭翻船過去中環碼頭再見多一次我哋，跟住就覺得大家都真係好中意香港運動員，即係見到市民嘅支持，知道自己即係我哋嘅努力，即係唔係單純係為咗自己啦，亦都係有好多人同時間支持緊我哋，即係就算我哋做得好啊，做得唔好啊，大家都係好支持鼓勵我哋。你怎樣去看你整段嗰個去奧運的歷程？我覺得可能是會比較想多啲係點樣去攞呢個資格翻嚟咯，因為呢一個資格其實是要用兩年的時間，每日好多打好多好多場比賽，亦都一直望住排名，自己其實都好擔心會唔會 qualify 到。爭奪呢個過程之中，其實都好刻苦。而家你心情平復翻未？少少啦，但是有時候可能見翻睇翻嗰日嘅比賽嘅片啦，然後都會諗翻嗰日自己嘅發揮唔好啦，亦都會知道自己同人哋嘅差距，但係亦都會因為知道有一個差距，所以會更加努力。今次嘅比賽可能比以往係更加見到原來前列選手嘅力係真係咁高咧，喺力量方面自己都要繼續進步啦，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就算在世界級賽事可以應付到都沒用，因為奧運會的時候也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水平。